全部都做好了。这次为了做这十二生肖琴，黄老师可是卯足了劲，利用工作之余熬夜赶工，花了半年的时间才完成的。你看这每一把琴上头都有其专属的生肖哆瑞咪，真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小提琴哎。是啊，看到这十二把生肖小提琴将在台湾不同的地方持续演奏出美丽动人的音乐，散播出最美妙的哆瑞咪哦。对呀，这十二生肖的小提琴得主每一位都有他们自己的感动故事。像龙琴得主 PMT 乐团，他们是由十二个家庭组成的，爸爸妈妈为了替下一代寻找表演的舞台，所以常常到各个地方公益演出。他们还曾经到台湾公路最高点五岭，在那里演奏呢。而兔琴的得主吴华义以及马琴的得主张宇君，都是刚学琴的小朋友，他们也很爱用音乐带给家人感动，用实际行动来将音乐梦想实现哟。而没有办法来的猴琴得主曾胜宇呢，则是一位精灵精也得还是小提琴的小朋友，因为他的妈妈呢真辛苦，将因厝内面四个小朋友啊抚养长大，所以呢他很想用猴琴演奏甜蜜的家庭这首曲子给他妈妈听哦。所以呢就是想到这十二把小提琴啊会将这十位朋友的故事传达开来，我就感觉到非常的幸福哦。其实透过这次让观众来写自己的哆瑞咪心情故事活动，也让我发现原来许许多多动人的乐章就在我们的身边哦。只要大家愿意敞开心胸去感受去聆听，处处都有美妙的乐音哦。现在我们就还有一个 happy 的 ending 喽、还有一个一个 ending， 对，那 ending 要怎么样呢？大家来跳舞。哎，博士，怎么啦？又来啦？你是要唱什么歌吗？不是啦，今天不唱歌，今天呢最后有个特别的惊喜要送给现场的朋友，就是我们黄老师有特别准备第十三把小提琴哦。没错，要送给今天同乐会的朋友们，有表演的同那个朋友们。黄老师，你真的有第十三把？对啊，我坐上你这个。还有呢，还有这个第三，你做十二把就已经那么辛苦了，还有做十三把，真的是好呢。台湾这个哆来咪这个节目啊，有点这个节目从浙江的囡仔阿妈。哦。想不到黄老师还留了这把秘密武器哆瑞咪琴，实在是太酷了。而且为了争夺这把琴啊，大家可是卯足了劲来表演哦。有最符合我们台湾音娜的唱唱跳跳，自己编和声的才艺美少女严中四宝，至情骂己双人组所带来的精彩歌唱，最动人的口琴独奏及温馨幸福的一家四口哆瑞咪啊。还有我们竟然还有香港的朋友特地坐飞机长途跋涉来南投鹿谷表演呢，实在是太令人感动了啦。进入纪念价值，真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请哆瑞咪博士来帮我们抽奖好不好啊？由我来抽。请问一下，你是几岁开始？我三岁开始学小提琴哦。太好了，所以以后啊，你要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拿着这一把，好的，随时可以唱。那我们就来听听。
听他的演奏啊。好，掌声鼓励。幸福的哆来咪精进，飞飞结果，为台湾传唱美妙的音乐。